当闺女有点发烧时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不想当的。他有哪里不舒服？咱是去的屋吃什么去了要？我想吃药。你安静一会儿，我头疼。头疼。你不是刚才不头疼吗？我头疼。我明天不能上课，得休息。老师说不能带病上课。那个。得拿着啊。我发烧了，对了，哎，咋了？那是金城武。你难受啊？不知道。奶奶老爹的欺负我，你来揍他，他欺负我，他一直拍我。我叫你赶紧戴上口罩，好像是个发烧。我戴上口罩。嗯。你不给你姐姐倒点水啥的吗？啊！我不告诉你。我说好点了吧？好点了。我让你弟弟来给你倒水，你弟弟说他害怕，他不敢来。什么？啊！等我五分钟，我等会儿就收拾他。儿子，你姐姐还有五分钟就过来打你了。你出卖我！哎，别跑呀！跑！